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 I'm Diana D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大家好，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是中美跨境投资。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刘勇博士。刘勇你好。那么这个可以说呢，中国的资本呢走向国际呢，也造成了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一个经济的这个紧密的结合。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这个新词就开始了，就叫做跨境投资。那么刘勇博士他是最早开始参与跨境投资、主导跨境投资，并取得成功的这个投资人吧。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跟刘勇谈一下这个中美跨境投资。在这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刘勇。刘勇呢是美国中金合集团的投资合伙人，曾经主导了联想集团、百度。 针对海外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并购与战略合作，并担任硅谷多家创业公司的顾问和创业孵化器的项目导师。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跨境投资啊，大家讲起跨境，什么跨境投资、跨境创业，很多。那么跨境投资这是怎么开始的呢？跨境投资啊，我们现在讲跨境投资呢，其实一般指的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甚至是一些国有企业，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的股权投资，包括战略投资，也包括并购，这两方面都有。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国公司对美国进行跨境战略投资的这个实际年的历史里边，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呢，就是联想集团对 IBM PC 事业部的收购，那是完成的时间是2005年了。这个包括整合，然后呢，项目签署协议的话是2004年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联想集团付出了很多学费，但是也收获了很多成果。当时你也是在这个事情的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还没有，那个非常，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那么我加入联想集团。 是2010年，正好呢也是非常这个幸运啊，正好2010年联想集团开始呢宣布进行这移动互联网战略的这个转型，那么主要的一个新业务呢就是移动设备，就是手机，也包括平板电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联想集团就需要一方面要跟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像 Google， 那么有更深入、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通过投资一些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来获得这个新的这些创新的动力，因为大家也知道，联想呢本来是这做 PC 业务的，那么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它会面临一些挑战。那么在这个，你没发现这个做法更聪明啊？因为有的大公司做法是挖人才，从其他的大公司挖国人才，但是你直接并购、直接投资了，你这做法不是就更高了一个，就是站在一个高度做这个事儿。这个呢，一方面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了，碰巧呢我也。 服务过像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那么百度呢，正好是另外一个典型了。百度是希望直接，延揽人才在硅谷，那么百度美研主要的工作也是挖掘新的人才。那么联想之所以选择并购来获取创新动力，我觉得还是主要来自于它成功的收购并且整合了 IBM PC 业务之后，它成功在哪儿？你觉得说它成功的收购整合成功在哪儿呢？对，所以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不说跨境投资，我们就说一般的企业进行的这个我们英文称之为 merger acquisition， 就是并购这一部分。那么大部分的项目啊，包括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在美国进行的并购，每年可能有十几起、几十起的并购。 里边能成功整合的，也就是说，把这个业务成功的吸收到大公司体内，然后把这个新的产品继续能发展下去，这个数量的比例呢，50%都不到。那么跨境的投资并购，那么面临更大的挑战。对，因为你不光是大企业跟小企业企业文化整合的问题，对，还包括文化的壁垒，对，市场的熟悉，没错，以及中国公司的高就是华人的管理层跟美国被收购企业的这个美国的管理层之间的这个磨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想能把IBM这个品牌、这个 PC ThinkPad 这个品牌，包括 ThinkCenter 这个品牌能持续发展下去、做下去的话，本身是一个成功。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新的业务进到大公司以内之后就消失了。这个联想，你觉得联想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具体说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啊。就具体说呢，我们看到联想的这个高层的执行力、他的决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加入联想之后，我听说了很多在2004年、05年。
联想刚完成并购的时候，这个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联想本土企业的高管，如果你的英语在6个月之内没有过关的话，结果那么你就要下岗，就等于内部下岗，逼着 你。对，因为你作为一个管理层，你必须要跟美国的业务部门、美国的同事，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管理人员，有一个有效的沟通。对。那么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最基本的语言的要求达不到的话，你也只能在内部下岗。所以这是一个侧面了，体现出这个也就是说跨境投资它要求很多方面，你这个人的素质，那么语言就是也是其中的一项了。对，跨境投资里边呢，对整个对中国企业这边要求最高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这个并购整合。对，在这个里边的话，对沟通的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在2005年之后呢，也有很多中国企业以这个 BAT 为代表的新兴的互联网公司，那么到美国来做，他们一方面也做一些并购，但是更多做的呢是股权投资。那么这是涉及到我今天可能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跨境投资呢分两种了、一种是直接的收购，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你花一些现金来收购这个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而不是全部的股份。那么这个其实就可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创投，创投基金，那么他们做的事儿呢，从形式上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我提供一笔资金给一个创业企业，拿它30%的股份，那么大企业呢也来做这样的事情。这种呢就是它的难度相对较低，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能满足一个大企业进入新市场或者获取一定的创新动力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你是两边都做过，因为曾经代表大公司来并购，那么现在呢又在做这种股权的投资啊，所以对跨境投资，其实在这几年你观察，你觉得中美的这个跨境投资的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形势。其实在我最早代表联想集团在这边做投资并购是2011年年初了。我在这儿设立了联想集团的硅谷办事处，同时呢负责战略合作以及这个战略投资并购。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在美国想投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啊，我觉得联想集团还算是还不错的，因为这个品牌呢它毕竟是个消费者品牌，在美国也有一定知名度，那么大家还愿意跟你谈。那么换了其他的企业，要不就是说大家都没听说过，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说是百度来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百度。他说那个我不要百度，他想用你谁啊？百度在中国是那么大一家公司，可是到了美国来之后呢，他们没听过，他甚至不愿意把这个公司要卖给中国公司。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当时的在2011年，你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美国创业的科技企业里面，大家还有一种对中国的这个产业资本的有一种的排斥和敌视的态度。不只是排斥，我觉得那个几乎就是一种敌视，因为你知道吧，我认识很多工程师啊，他就说你尤其华人的工程师，你要来公司参观如临大敌一样的，这儿不能看那不能看，这种 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想要去并购是多么难的一件事。那么过去这5年的时间呢，情况大有改观了，因为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开始陆续在美国上市，包括尤其是最近阿里巴巴上市的话，引起了这个美国所有主流科技界投资界的这个震动，大家都觉得啊，中国的企业很有钱，愿意付一个溢价来进行对我进行投资或者并购，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个巨大的变化呢，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的科技创业公司啊，过去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公司，他们发现中国市场在他那个领域里面，其实是一个更有潜力，比美国更有潜力的大市场。有很多例子，你看移动设备、移动互联网，还有车载、智能汽车、车载设备。那这些市场的话，到今天为止，其实中国市场的容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市场了。所以这些美国企业，他会考虑他们下一步发展。那么基本上每一家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战略。当然不一定马上去实现，但是他们会想将来有一天要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有一些中国的资本来支持，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落地。也可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最早的跨境投资，中国的大的企业，然后并购美国的企业或者部分啊，然后包括呢阿里巴巴上市，可以让美国的这些呢整个或者全世界吧开始清醒了，认识到中国呢原来是有这么大的资本，这么强的实力，而且企业可以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可以说让他们真正开始呢这个态度转变了。没错，两方面的作用。对，是。所以你看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并购，然后看到那个环境，然后到今天这个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现在的一个形势有点风起云涌，就是我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大量的资本涌入美国，然后中国投资人很多都来到美国。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现在是在2011年，其实最早联想集团对于那个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的收购呢，从我这儿启动的话，其实2011年年底了，
那个印象特别深呢、啊。这施密特专门花了一天的时间飞到北京，然后到袁倩家里，我们在那一块吃了一顿饭，我们十几个人。杨元庆，对对对，就是来谈。当时呢，摩托罗拉对的这个卖给谷歌这件事儿还没有完全落定，他俩等待美国和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审批。但是 Google 已经决定它只保留这个专利这部分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那时候开始了谈判。那么后来这个 deal 一直谈到真正 close 应该是2014年初了，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吧，但是最后还是做成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在硅谷的投资主要还是这些特别大型的科技企业，包括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有这个意向。那么在今天我们再看，有大量的国内的上市公司可能本身体量不大，但是因为尤其是半年之前了，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发展的好，大家都有很多现金，他们愿意过来做并购，所以到今天为止有一些 A 股上市公司过来在美国做的这些并购案的这个标的呢，已经到了10亿美元的量级，那么已经是达到了像联想当年对这个摩托罗拉并购的这个这么一个量级了。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大量的更加本土的中国的民营企业，那么到美国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资产的这个投资和并购，也有高科技公司，也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看他们本身企业在中国的这个业务的类型。其实现在像你说的这样，就是大批的中国的资本涌入美国，那么也大批的美国的这个创业者呢，也更加呢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甚至愿意跟中国投资人来接洽。这个时候呢，就要去衡量了，衡量这个价值，是就是投资人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实力，而这个创业者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没错。所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之后呢，回来就继续呢，请刘勇博士来跟我们分析，就是这个跨境创投呢，究竟是投给谁，投什么？投了之后怎么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刘勇博士呢一起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中美跨境投资。那么刚才呢，刘勇博士在节目中已经讲到这个跨境投资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大的环境是怎么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跨境投资呢，现在真的是一个热潮。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作为你一个投资人吧，你看一个创业团队的时候，你看什么呢？如果我是代表这个中国的产业资本或者国内的一些这个天使基金，那么在这边做投资的话，当然了，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创业公司的衡量的标准，从团队到市场到产品都是要看的，但是我们会着重看一点，就是这家公司它的业务或者它的产品跟中国市场的这个相关度，以及这个公司的创业公司的团队，它如果将来进入中国市场发展的话，它能不能顺利的去落地，能不能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它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以及它对中国市场的热情，对吧？那么这几方面来看呢，要综合的来衡量。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能看到哈，就是在这个早期投资层面，我们说早期投资呢，指的是天使种子，包括甚至到 A 轮嘛，我们也笼统的称之为早期投资。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国内的基金过来投的，还是一些华人在这边的创业团队，尤其是有一些技术创新性的团队。为什么呢？为什么？首先他们觉得好沟通啊，然后华人团队呢，将来在中国市场的话，它发展起来落地啊，也相对容易一些。容易，对。其实我个人也深有体会。那么像联想的话呢，这家公司它的国际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我在这儿不管做投资并购，或者说我做一些战略合作，那么跟国内的产品团队的落地啊、对接啊是没有问题。联想当然牛了，它硬生生把外国人同化了，对不对？同化了，可以这么说。然后包括联想内部的工作语言都是英文，然后我们用的这个 PPT 也都是英文撰写的嘛，这是标准的工作语言，所以基本上就算是普通的工程师的话，他们英文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大量的国内的民营企业，不要说下面这个工程人员了，就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和老板，他可能用英文沟通的话，他都觉得不是特别的 comfortable， 对，不是特别的舒服，对，不是很有效的工作方式。那这样的话，你要求美国这边的创业公司至少在这个管理层，在这个我们叫 founding team 里边，应该有一些华人背景的成员，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对接，所以降低了沟通的成本。对，降低沟通成本，或者说让这个投资方这一方他觉得更加的 comfortable。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现象。但是你现在比如像你个人吧，你对于你来讲，我想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啊。那你再去看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中国有热情，尤其是你看像这个阿里巴巴上市以后啊，一些中国大的公司这个涌进国际市场以后，但他们在这个有兴趣，你在一堆这种对中国都有热情都有兴趣的这些人里面，你怎么去挑呢？比如说刚才你讲了说这些领域，但对人来讲，你会怎么
么去判断呢？如果从我们现在投资的标准，尤其是从中金合这个角度，我们来做一些所谓的跨境投资呢，是指的投资美国的创业公司，但是我们会帮助他们在中国发展。那么以我的标准来讲，首先你是可投的，第二个呢，我会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可能我不太会投太多的天使的项目，至少是拿到 A 轮融资之后的，这样的话它的公司不管是从资本还是从产品成熟度、市场的这个占有量来讲呢，都达到一定的标准了。它如果愿意去中国落地，我在中国找这种合作的对象的话，像 BAT 啊，像小米啊，联想这样大公司，它更愿意去跟这样你相对就是降低了你的风险，对吧？但是的话你投的时候，你当然你所占的份额啊，这些就是价值都有一些影响。对，在投资领域呢，风险永远和这个潜在的这个回报是成比例的嘛。就是早期投资的话，你可以做出来上百倍的回报，比如说联想的基金投乐豆游戏啊，这样我们这个几年之内、三年之内上市，能有80倍到100倍的回报。但是你投到 A 轮、B 轮的话，这个倍数应该不会这么高。如果你投的是 Pre-IPO 最后一轮的话，你可能只有1-2倍的回报。对，所以，但是我选择这个阶段呢，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战略对接上的考虑。也是我想，也是因为你个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关系和这些人脉，没错，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他。没错，所以每一个投资人，不管你是战略投资人，还是一个这个财务的这个创投人士，那么每个人你要选择自己投对象的话，要考虑自己的优势，就是你能给被投对象带来什么样的服务。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还是产业背景吧。因为我之前做投资，从联想开始，包括后来在都是在业界的公司里做。我们在行业内呢，称之为叫 CVC， 我们叫 Corporate VC， 就是企业的创投部门。那么企业创投部门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他看中的更多的还是产品业务本身。团队如果比如说商业执行力上稍微差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投一家很好的技术团队。我们通过比如说联想，通过他的这个产品线，他的国内的这个营销的能力和团队，帮助这个公司卖他们的产品，那就可以了。但是普通的 VC， 像现在像中金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有另外的一个思维方式吧，就是要投一个它独立能发展的很好的公司。从我个人的角度的话，还是产业背景和资源更多一些，在中国。对，这样我就可以理解，就是你看的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些初创公司，也有这种跨境的这个需求和想法的呢，他们怎么办呢？我建议呢，就是初创公司最好一开始要选定一个发展的目标市场，就是在他刚开始创业的12个月到24个月的这个时间段里边。要不就是我们聚焦在美国市场，我们就做。如果这是一个完全华人团队，而且他对中国市场更加熟悉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拿到投资之后呢，在国内来针对国内市场来发展，包括把团队的大部分人搬回到国内去做。一开始的早期的创业公司，我们不建议他同时做多个市场。当然他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到2年3年后拿到 A 轮 B 轮投资了，完全可以考虑在中国做一个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子公司，或者有一个研发团队，或者说比如说跟百度跟联想合作做一个这个合资企业，那都是完全可以的。对，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你在听投资人讲的时候，你也要去琢磨你是谁，什么东西最适合你的。对，因为要不然的话你的听都晕了。有的人说，哎，你创业第一天就要有国际的视野，就要有国际的战略，你就要怎么样。有的人说，哎，你就要 focus 你的，其实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对吧？你先把你自己做好了，然后你搞清楚你要什么的时候，你再去建立这个合作就容易得多。 是吧？我一般鼓励在硅谷创业的这个有华人背景的团队，你们肯定是一开始要有国际视野的，因为你们有一个优势跟这个纯粹美国团队来比，你们有一个大的中国市场的背景以及文化上的纽带，对吧？这个要一直放在这个心里，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不建议说第一天就开始做这件事，除非你真的是决定就要去中国市场发展，那可以。对，所以就是要胸怀这个目光要很远大，但是要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这么往前走啊。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你们去选的这样一些投资，那投资了之后呢，这个所谓我们讲跨境投资啊，跨境投资你投了之后，下面你会怎么做呢？比如说今天一家公司在美国，你觉得它不错，你投了它之后，你下面你会做什么？我们投，如果是说我们投美国最主流最热门的一些创业公司的话，那很明显他们之所以拿我们的钱，或者我们也想投他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之间的有一个战略的契合度。就这家公司对中国市场是有想法，他们或者说现在需要有很好的这个资源的支持给他们做一些规划，或者说他们将来到中国落地的时候找到很好的合作方，那么这些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或者将来要为那些被投资公司提供的服务。这个呢，也代表了一种硅谷的创投的新的趋势吧，就是以 Andreessen Horowitz 包括像 Formation 8为代表的，就战略服务增值服务导向的这种新型的 VC 基金。那么大家拿他的钱不是完全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资源。对，资源，只不过我们的资源是跨境的资源，他们是美国本土的资源。那你们投了这些公司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比较成功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成功在哪里？从 CVC 的这个
工作经验来讲，我们包括对于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并购，包括我们投资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了，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那么叫 SmartX， 它呢是做这个从专业上来讲叫水平超融合存储架构，那么其实呢是一种新型的这种存储的一种服务了，就是把存储节点放在我们所有的计算节点之上，而不是需要像原先那样企业统一采购非常昂贵的存储服务器。那么这家公司我们碰到它的时候应该是在2011年2012年，那么当时的几个合伙人的创始人还在这个美国公司里工作，我们看到很好的趋势，我们也看到这个华人的这些工程师他们有很好的天赋，我们就说将来有一天你想出来创业的时候来找我们，中国市场巨大的蓝海，在美国的话也许是红海，但是中国你不就把人家当时就把人家从公司里给他主动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我们就是说你有，当然他们首先是有创业想法的才会跟我们聊嘛，我就说那你等你回国创业的时候来找我，那么后来他们确实在2012年回国，我们后来在2013年投资，那么今天这家公司在中国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就是他们哪一家，这家公司名字叫 SmartX， SmartX， 他们其实的主要竞争对手叫 Nutanix， 这家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创业公司，非常非常有名，那么预计也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在上市了，那么但是在中国市场目前他们的产品已经远远不管是从性能还是从价格上远远领先于这个 Nutanix 在中国的这个业务，所以他们在中国市场是有巨大的潜力，因为他们有了你们的帮助，有了你们的资本和人脉和在中国的这些市场的这些对接，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走到这个前面去了，没错，尤其是他们通过联想集团，通过联想集团的这个 PC 业务以及大客户业务这边获得的支持，在前期是非常巨大的，哇，这个对创业者来讲是最大的帮助，太对了，所以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说嘛，就是当然现在的话我们在投的话可能跟具体的企业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但是没关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产业资源和背景，我们有我们的人脉，我们也可以帮你对接到小米，对接到华为，对接到联想，甚至是 BAT 这样的公司，合适你的公司，然后大家都有win-win的这种合作的前提。首先的前提是你这个东西要够好啊，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呢，现在希望能找一群那些更加成熟一点的创业企业，太早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投，但是我们可能不会马上去给你提供特别多的战略资源的，非常好，我们在这边经常接触一些很棒的创业者，也许在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人给你们，对，好的，谢谢。那么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投资之后呢在中国去给他们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帮助啊，当然也你也提到说其实投资里面可能有50%是不成功的，是，那你投过的有哪个是不成功的案例，不成功在哪里呢？有很多了，我就具体不来讲了，这个刚才我提到50%的，我们不要提到具体的人和名字，是的失败在哪里，可以什么可以值得大家，我可以举一个这个并购，刚才我提到50%的失败案例是并购的案例，其实在早期投资的话失败比例会更高，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更早嘛，对并购的话呢有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在这边，比如说通过几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一些这边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公司，但是事后的整合的话就做得很不成功，那么在2013年了，就是我参与的我之前服务过的一家企业也在这儿并购过一家创业团队，那么那个业务进到大企业内部之后就消失了，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好的产品出来，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这个投后整合的问题，因为很多小公司啊他选择把我的公司的股份大部分卖给大公司的话，其实这个隐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创业团队他想套现走，就小公司想拿了钱以后然后我拿了钱走路，是的，那他们不做你就没办法了，对，所以如果你的并购是为了去获得人才的话呢，其实这里边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设计，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你要尽可能长时间的把这人留下关键的人，对，这个但这不光是中国的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了，是美国的公司也有问题，也会有碰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早期股权投资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天使投资的话不成功是正常现象，你投资成功了，比如说你投10家种子公司然后其中有3-4家获得了 A 轮投资，那是已经是个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正常的，对，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啊，当然也有一些环境的变化，我相信你们在这个环境的变化当中也有很多的去应对啊，比如现在人民币贬值啊，股票跌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呢？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难以预测趋势的，其实在2个月前呢我给所有人讲，我都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个是证券市场的高度的繁荣，第二个的话新兴的一些交易平台的出现会导致大量的中国企业选择就是将来不在美国上市了，回到中国上市，但是过去这2个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这个科技牛市从2009年3月份开始到持续到今天的接近7年的这个牛市是不是也要告一段落，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了，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是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呢，我能看到大量的资本还是源源不断的从中国来涌入到美国，主要的原因呢一方面也有一个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的一个预期嘛，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大量的这些财富要寻求一个
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来寻求财富的安全性。那么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资本还是会来到美国的。至于他们来投什么，早期公司还是成熟期的创业公司，还是说直接是房地产，那都有可能。我们只是希望能帮到他们，能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领域。对，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这个创业团队啊，都会越来越成熟的。那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啊，每个人都要问的就是 What is innovation by your definition in your field？ 在你的领域什么是创新？如果说是创造行业的话，我想还是有更好的这个增值服务吧，为创业企业能带来，这个是最大的，将来整个这个 VC 行业的一个新的竞争点在这儿。好，非常谢谢。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访问到的是刘勇博士，谈的是中美跨境投资。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未知的一个追求，一个想法，你要有梦想，开放和包容，人的 nature， 对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也许呢是一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也许呢是一种思想，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这是一档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它创办于2009年，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点击量超过1000万。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创新呢，就像野草一样，野草疯长，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对，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对，人得对，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对，然后你有没有创新？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云端。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放眼世界，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